伙伴们，伙伴们，你们还记得这个奥特曼吗？曾经他出现了一段时间，后来他神秘消失了，对吧？这是一张来自下个版本的神秘图片，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？嗯，赛罗奥特曼。消失的奥特曼你还记得吗？小伙伴们，今天我收到几张神秘照片。伙伴们，有人说奥特曼消失是因为在以前有个迷你号是123456，当时这个人他获得的就是一个奥特曼，后来奥特曼被删除，他就变成了一个野人，对吧？伙伴们，有人和我说奥特曼消失了，如果我告诉你他没消失，你信不信？并且我找到了奥特曼会出现的地方，伙伴们点个赞，我带你们一起去看一下。这是我收到的一个视频，这里看着是不是很熟悉？在这里面奥特曼出现了，并且是一个七彩奥特曼，好像和我们平常见到的奥特曼还不一样。并且如果大家仔细看，在这张照片中，这个奥特曼是会动的，不是一张照片。而这里面一共出现了四个，在后面有贝利亚，这两个叫啥你们知道吗？伙伴们，奥特曼难道没有消失，他跑到了新手村里吗？伙伴们快去看一下吧。